嗱，欢迎嚟到學界体育比赛嘅时间，我哋会一连两集重温2016-2017卓联學界武术比赛精华。咁啊，赛事一连两日喺中葡职中嘅上演，咁啊分五场嘅进行。今届咧一共有36间学校派出444名运动员咧，咁啊各族99项赛事锦标，佢当中咧不乏澳门青年集训队嘅成员。咁啊，俾个贴士大家啦，一共咧有15个人啊成为三金得主。今届女 A 男拳类嘅比赛咧，竞争啊颇为激烈噶。路校嘅梁雪晶同埋蔡龙个侯丽宇咧，叮当码头喺少年规定男拳、刀术、棍术都系正面交锋。喺男拳同埋刀术当中，梁雪晶啊都力压侯丽宇夺得冠军。咁啊，现在睇下第三个项目。女 A 啊，初级竞赛棍术，呢组咧一共有9名嘅运动员参赛，暂时咧赛高庄雪莹以7.56分咧排喺第一位。第八个上场嘅咧系热门啊梁雪晶，身体咧比较瘦削一啲。棍术咧系我国最古老嘅兵器噃，攻击范围咧比刀枪剑等嘅兵器咧都系要大噶，故有棍打一大片啊呢个讲法。棍术咧讲求威猛刚劲，有点扫拨等等嘅招式，梁雪晶发挥得都系唔错噶，我最终获得7.76分，分数又唔算太高嘅啫。最后一个上阵嘅咧就系侯丽宇，佢啊有一定嘅功架噶噃，前两项咧都系输咗俾梁雪晶，今场咧系最后反扑嘅机会，咪使出咗浑身解数，咪整体嘅表现咧同梁雪晶咧就不相伯仲。不過尾段咧就連貫性差咗少少，咁啊裁判最後俾咗佢7.64分，再一次就飲狠。女 A 啊初級競賽棍術最終嘅結果係梁雪晶係金牌，侯麗宇係銀牌，莊雪瑩咧就銅牌，再高嘅杜紅宇、丁楚晶咧分別獲得第4名、第5名。现在咧轮到男子 A 组嘅初级竞赛长拳，参赛选手咧只系得3位嘅啫，嚟自3间不同嘅学校。首先出场嘅系中葡职中嘅薛家豪，无论实力同埋表现咧都系一般嘅啫，最终获得7.78分，未能够为最后一位出场嘅梁浩翔咧带嚟任何嘅压力。呢位粤华学生嘅一上场咧就放开嚟打，个长拳咧可以话最多人练嘅套路。是基本的拳法，不過就易學難精了。長拳的動作幅度比較大，講求伸展大開大合。梁浩翔的整體表現都是不錯的，節奏再快一點就更好了。最終梁浩翔獲得裁判的8.83分，一個不足的分數，順利拿下這面金牌，薛家豪就銀牌了。一不利二二不利三，梁浩翔之后在男 A 啊初级竞赛刀术同埋棍术之中，都系轻松啊击败咗薛家豪，实现咗3连冠。薛家豪咧就3连亚。现在咧介绍一位明日之星，嚟自圣公会中学嘅黄心妍。呢位女子选手咧喺2016年嘅世青赛咧为澳争光。在女 B 男拳、男棍、男刀3个项目当中夺得了2金1银的佳绩。
他在今屆學界賽繼續留在女 B 出戰，憑著出色的發揮，先後贏得女 B 少年規定男拳棍術兩項金牌。現在鬥最後一項初級競賽刀術，五名選手參賽，黃心妍第一個上陣，但經驗實力就沒有怕。刀術講求雄健彪悍，剛勁有力，黃心妍基本上都可以將刀術的特點打出來，勇猛快速，女仔來講已經算挺有霸氣的了。他今場的發揮都是不錯，最終憑著超班的實力，一舉獲得了 8.95 分，一個相當之高的分數。你最後得分8.95分。聽到全場的掌聲就知道厲害了。知道四個上場的選手都沒辦法超越他，甚至接近這個分數。結果黃心妍再以超班的姿態拿了今屆的第三面金牌，賽高的郭欣妍、張文宇分別獲得亞軍、季軍，分數就差大截了。看到一場 B 組的賽線，男 B 傳統拳術有八位選手參賽，各人的實力都比較接近。現在是澳門方仲的詹迪龍上場，以伏虎拳參賽。有說伏虎拳屬於武當山的鎮山之拳，亦有攻字伏虎拳，都是以力量、剛猛、氣勢取勝的。詹迪龍年紀細細，但身材信心十足，有些霸氣的，最終以 8.64 分脫穎而出，繼男 B 傳統長器械之後再攞多一面金牌。賽高的黃振偉第二名，分數是 8.57 分，交易的尤賀賢 8.56 分得到第三名，次優陳亮展第四，路校黃宇康第五。以下時間都是看回傳統項目，參賽的人數不多，但競爭都算激烈。首先是女 A 傳統長器械，四名選手參戰。首先出場就是蔡龍的羅佳佳，耍的是蔡李佛棍，一套來自廣東蔡李佛的棍法，屬於南派。羅佳佳的表現都是可以的，獲得 8.38 分。接着路考的梁焕恩上阵，他的兵器是扑冬，是我国古代一种常见的冷兵器，据说在宋代已经有问世的了。大家如果有看水浒传，很多梁山的英雄好汉都是用扑冬，扑冬就可长可短，可劈可折可砍，特点是凶猛有力，招招杀掌。梁焕恩有一定的气势，女仔来讲耍得算是有交代了。她的分数是 8.41 分。蔡龙的朱晓恩第三个出场，压力都是挺大下的，大喝一声耳状声势，因为前面两位选手的表现分数都是不差，朱晓恩必须打醒12分精神。他用的兵器叫大耙，澳門名師阮外武師傅就介紹過，大耙是蔡李佛的兵器，在兵器譜當中稱之為三叉，或者叫打虎叉。主要的技法有刺、挑、撥、掃、蓋、撩等等，口訣有耙分耙角，意思就是前鋒手要定好耙的位置，才可以發揮大耙的最佳作用。朱晓恩就稳中有劲，尤其啊嗰下大叫增加了不少气势噶，俾裁判的印象咧亦都系唔错噶。同埋睇下裁判啊点俾分啦。最终朱晓恩获得 8.42 分，仅以0.01分之差就险胜个梁焕恩。
夺得女 A 传统长器械嘅金牌，梁焕欣咧就银牌，罗佳佳咧就铜牌啦。咁啦，学界武术赛咧已经搞咗19届。在澳門武術精英的搖籃，培養了不少國際賽的獎牌得主。今屆學界賽誕生了另一位王者，他叫黃潰先，澳門方眾學校的學生。今屆他參加了三個個人賽事，因為賽程的安排，同一日早五晚連鬥三場。現在看的就是第一項男子 A 組24式太極拳，四名選手嘅參賽，熒光幕左手邊穿起白黃色戰衣嘅就係黃潰先，右手邊白色戰衣嘅咧就係賽龍嘅曾國雄，佢嘅實力咧同黃潰先咧有段距離。咁啊，黃潰先已經習武13年，早已躋身澳門集訓隊，近年咧漸漸咧向主力嘅位置邁進。2016年咧，佢喺世青賽咧贏得咗南非太極拳太極劍啊兩面金牌。他自小就是學界賽的常客，成績一直都是不錯的，只不過上屆就有些失準了，連最強的24式太極拳都只能夠屈居亞軍，劍術第二，槍術得第三個。今屆卷土重來，誓要在最後一屆的學界賽吐氣揚眉。事實上太極拳是黃潰先的主項，今場咧穩定啊壓到一切，再冇令觀眾啊失望啦。最終以超班嘅8.88分，一個幾好嘅分數，奪得今屆個人嘅第一面金牌。比佢啊早完成套路嘅曾國雄咧，以8.26分咧得亞軍。澳方嘅邵傑恒咧第三名。一理通啊，百里明、黄潰先啊，太极了得，其他项目咧都系有一定嘅功架。咪朝早攞完24式太极拳嘅金牌，下午啊再战剑术，同样啊演出水准，以8.55分咧再攞一金。夜晚啊，黄潰先打最后一个项目南美枪术，对手咧都系嗰几个啦。黄潰先咧冇受到太大嘅考验，枪枪有力啊，枪如游龙，获得裁判嘅一致好评，8.8分，咪进账咗今届嘅第三面金牌，亦都系佢啊最后一场个人嘅学界赛，之后咧仲有集体赛事噶。黄潰先一日三战全胜，为学界赛生涯咧画上咗完美嘅句号。虽然佢话美中不足，自评发挥咧就唔系太满意，特别系刀术啊同埋枪术。但最后一届比赛咧就肯定啊好享受、好难忘咁话。今集精彩嘅赛事咧，好快就睇完啦。现在嚟到最后一项初级集体竞赛，一共咧10队啊参加。特別之處在於有幾隊選用嘅兵器咧，以往都係比較少用噶，好似雙截棍啊、板凳、盾牌。結果各隊嘅表現咧都係比較平均。其中教業啊嘅集體盾牌刀就技勝半籌，力壓對手啊驚險奪冠，咪盧孝咧屈居亞軍，蔡龍咧就獲得季軍。
大家一起欣賞一下教業中學的演出，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